生态保护一直伴随着南非的发展和建设。南非宪法规定，生态环境保护是各级政府的必经职责。在南非，除环境和旅游部外，农业和土地事务部、水利和林业部以及卫生部也设有环保监督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在制定和执行国家环保标准方面协调行动，互相监督，形成了严密的环保机制。比如，南非政府为保证农药的安全使用和减少其对环境的损害，严禁使用任何可能污染环境和损害人畜健康的农药。主管农业和卫生的部门还联合规定，凡投放南非国内市场的各种农药，必须同时具有这两个部门颁发的产品合格证。同时，南非政府注重在青少年中培养环保意识。政府发表的环境保护政策白皮书特别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列入学校正式和非正式课程，务必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在南非，保护大自然、保护动植物已形成一种可贵的社会风气。除了南非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民众的实际行动也是南非环保的一大亮点。南非的著名景点企鹅滩的形成，就与当地居民的环保行动密不可分。开普敦东海岸西蒙镇的企鹅滩，原为一处普通的小海湾。1982年，两只非洲企鹅来到这里安家，当地居民自发地对它们进行保护，吸引了更多企鹅的到来。随着企鹅数量的增加，政府和动物保护组织将这里辟为自然保护区。经过20多年的繁衍，企鹅滩的企鹅数量现在已超过3000只，成为各国游客的必到之地。在南非的民众中，一种新型的生态型游泳池风靡起来。这种生态游泳池既能游泳又不含氯，在清澈的池水、绿色的水生植物以及偶尔造访的各种小生物之间畅游，让人心情非常舒畅。这一家南非人生活在开普敦近郊，两个小朋友每天都会在生态池里玩耍。这个特殊的水池带给他们的乐趣不仅在于游泳，他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蝌蚪、水蛇、龙飞鱼等生物。生态池拉近了孩子们与大自然的距离。